刘香平执导女儿贝安琪主演的电影举行庆功宴，贝安琪老公 Simon 和姐姐小龙都有到场，可能遗传了妈妈和婆婆的演艺才能。贝安琪说个仔好喜欢表演啊，他都喜欢幕前做嘢嘅，系啊，佢好中意 entertaining， 佢中意跳舞啊、唱歌啊、画画嗰啲系咯。睇下問要問下佢先，要問下佢 O 唔 OK？ 係啦，係啊，佢當然會 OK 嘅，佢都拍咗幾個廣告啦。而劉香平都透露正籌備下一部電影，以華人故事為主題，仲請咗一位好戲之人合作。達明張達明咧趕緊嚟，不過佢而家約咗老友喺西貢，吳鎮宇啊，約咗阿吳鎮宇喺西貢趕緊過嚟。咁咧就幫我一齊同埋貝安琪一齊去度一啲新嘅意思、新橋去做延續。